有什么东西。这个我都没有点哦，这个跟这个我也没有点哦。那我会先砍脚。我们叫脱衣服，是从前面剥。其实它有点像，就是马杀鸡啊，对。
隔一个晚上之后拿起来，然后我这个酱汁会把它过滤过，然后我这个拿起来之后，我会先把它炸。我没有把它。我准备两只，那我大概应该是过一只就好。嗯，过一只。好。那我等一下会先用剪刀把这些先剪。要用手去感应那个小的刺，才有办法去剥，才有办法去把它夹起来。有肋骨的地方，才会有刺。那放在门上面是吗？看。这已经腌制好了，对，那要把酱汁过滤，把这个猪肉拿起来。那我先整理一下。远一点，因为它会爆。那个草的香味啊，其他这个发想是来自于东坡肉，就是把拿绳子把它肉缠紧，然后去烹饪烹调，那肉就会比较紧实，而且会有草的香味，或是另炒。这样子才能够绑紧，把它缩紧。汁里面，对，好。两个小时。好，我们先吃饭哦。因为请师傅炒。
少许的盐水，有人质疑我说骨头去哪里？我刚才讲说熬成汤，你炒料的时候又再放回去。这是小火熬煮，因为大火它要变乳白色。我待会跟宋那边的那个汤去做结合。跟我买整只鸭嘛，那我把骨头熬汤，把肉炒成料，再放回鸭的肚子。OK， 好好。先把香气吸出来。都成它一样，先过油，让香气也出来一下。它很香的，那个有点像酱油粉。小火把这些料啊，跟它炒香啊。那我会先把菇，先小火爆炒，香菇，好，然后鸭肉，好，再是那个冬笋丁。最高的这鸭子酱呢，配下胡椒粉，然后加点胡椒粉，坚果类，盐粒子那些啊，我稍微拿一点，米酒，绍兴拿一些。最后就撒上一点灵魂，摇葱，就只剩下小火，然后焖着好拍。好，这是改良的，可以好。好，这用我用拌的，我不要炒。
好。好。因为都已经要炒好了，我就要炸，然后变形。先不管它。好，再来就是。我们把它给它灌进去。这快乐没在中场休息，不能把摄影师操倒了。做缝合手术。最后把收口塞回肚子。我们之前是用那个蔺草，它取得不易，有缝合的形状。好，通常会用那个油膏跟酒去把它抹一抹。好油，好油感。就是让它均衡一点啦，要不然它现在变成大胸部，然后要很小。对的，通常我们就是会把它尽量做到它差不多一样，就是大小会比较均匀一点。好。通常是要炸，我怕你们危险，所以呢。那就送来去蒸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好 ，OK， 好。通常我们会把骨头垫底，丑的放下面，漂亮的放上面。
这个建国。对呢。OK。鱼骨煲汤，然后海鲜。稍微不大一样，来。光这样，我这样，180啊，现在没有了。再来就是青菜，没有特别加什么。土豆鱼吗？要不然现在是内部管，那我们各方面管大。保护啊，土豆鱼。对呀，那就还是，而且土豆鱼有点短。一抖就倒了。我的花。没事。我的桔梗啊。讲一下我的步骤，我会先把屁股切下，然后对切。然后翻过来，所以你们待会会有一个镜头可以看到里面的料。好，这个就是内馅。等下故意带个鱼。对，这是两间包厢里面的一个服务。假装那是哦，这个我蛮厉害的。每天都在假装。最后就是会分完，我们就会把它收起来。哦，它这个是收起来。腿腱，其实我的鸭子腿。一般周边服务我们是，超过十人我们都会全部切好了，然后盘子我们会分。算好了。对对。好像我们会准备三种不同的酱汁，那这个是海鲜酱，然后这是那个
千岛酱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椒盐跟彩色胡椒，哎，彩色胡椒里有啊白色的、啊、黑色、红色还绿色，然后还有其他的新香料一起去研磨。开一下，对，来去开个。要洗，因为讲了语助词。这个我们通常会给客人看，我们会切开来让客人知道说里面有什么东西。那米苔木了，超好的料。请客人吃，就是食用的时候也是要注意。我骨头虽然去完了，可是还是有其他的骨头。所以可以帮我吃啊，吃不完呢、欸。虾皮可以栽培哦。